아이고. 哎呦，我打个电话呢，你莫得给你出来做客好吧？我发河岸运，哎呦，他要是还不飞，我才会发河岸运呢。我急了，这是那帮堂客们打龙岗的。那一百多万的车是旧货人门口，这铁证如山的，那硬是丢人的。那你不嫌弃你做的女了？我说法讲得好呢，无痕不起浪，过好了要是真的。 那就真的是红不水浪打浪了，那硬是怕被淹死去嘞。你又不得安死，洪湖岸边还是假山呢？哎，对对对，我真心气我。我还真就是帮你消气。怎么不开张啊？我还听到洪湖水了，今晚有鱼吃是吧？还开张？我这是甩出的手榴弹呢。 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讲，你妈妈发的带内讧，你看了，那个汉奸的那货啊，是有翅膀高。哦，是谁欺负您啊？要用手榴弹砸他？哪个敢欺负我了？我养了你们这两只好女，哪个敢欺负我了？你们还不用尖扎死他？有话好生讲。我是好人讲了，你妹妹那是奔驰，我该就不能好人讲了。 害怕丢人噻？什么呀？你乱说什么呀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我硬是选拔他比长相呢，走得过哈死都是一模一样啊！你走姐姐的就是这样跟妹妹走榜样的啊！老大，我相信我自个的女。好啊，我说干了，我跟哪个都想了。 我凭什么跟你们偷闲了？哎，太久哎，太久！军哥，求你帮我一个忙，我姐怀疑我又跟那个陈昊天在一起了，你回来帮我一下，我爸妈都有所察觉了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他今天过来给我送红烧肉的时候，看到我跟那个陈昊天在一起了。是吗？哎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这陈昊天他病了。那。 我想，你姐她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她会的，你就说帮我忙嘛。我先帮你把车开走吧。爸，妈，公鸡把你喊回来，医院里好多事嘛，忙我们吧。 你是医院的事，忙不忙完，还是俺忙到完啊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听不懂娘老子讲国语啊？只晓得听到戴姨伯郎跟你讲爱情故事。说什么呢？有事说事啊。好，有事干事，你讲啥子？那是奔驰是怎么回事？你走着去，你还敢不去啊？哎呀，这跟我没关系。我什么关系了？别人看了他妈，又是把你的。 反正我不想要那个车，我也不知道那人怎么跑了。我倒是想要嘞，头是毛狗嘞，你很贵吧？哎呀，他说的是真的，那天晚上我都看见了。哎呀，那过着了你也晓得了。好啊，你们两姊妹合伙闯祸是吧？哎呦，我活着还有么子意思了？他们两姐妹还不是怕你污费？污费啊？ 那是恨堂客被老公打得要死才得到那一万块钱的那种感，我姐妹子要吃好的，你快才得到个奔驰了啊！妈，你无赖人！我跟你说，那个开奔驰车的呢，确实是个无赖，但是他呢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儿，你要相信他呀。那我姐妹子吃的亏了，我没有吃亏。姐妹子，你莫怕了，有娘老子在，我找了个姓陈的送葬客。 我现在拿腰卷把那个汽车磕个磕。哎，你看门子口。哎，蔡姨，砸车好，我有劲儿，我帮你砸。给我闭嘴你！你干嘛呀？火上浇油是吧？砸车咱可得想想怎么砸最好。我们先砸的挡风玻璃，估计得准备2万块钱，然后我们再砸的旁边4个玻璃。
啊，估计呢又得准备20000块钱，我们再砸它4个轮子，然后又得准备20000块钱，我们再拆它保险杠啊，再把它后盖墙给砸了。没事，蔡姨，不就10000块钱吗？阿姨，他不得让我们赔吧？那赔什么呀？您不是说了吗？那车是送给文静的。哎，我可说了啊，那个人可是个无赖，做什么事情可会出尔反尔的。出尔反尔咱们也不怕，对不对？蔡姨可以去告他，蔡姨告状肯定赢。哦，好你个马军啊，你跟他们合起伙来搓我是吧？我不走房子把你打。蔡姨，那个男的呀，他是一厢情愿，文静根本没理他。我明天啊就去告诉那男的，让他以后再也不去找文静了。好了，那我就还相信你们一回啊，你们要是再敢戳我的，小心我抱起来。妈妈是真的关心你们了啊。知道，哪个来关心我了？我就来关心你嘛。好思贤，妈，你笑什么呀？红烧肉好吃吗？好吃。